难得看到这么多人的来参加围棋比赛啊，我们去年只有300多人，今年又增加到700多人，那很不容易啊。一个北缅布里斯加啊，能够办这么盛大的非常有意义的围棋活动，深感敬佩哈。这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哈。这个经营布里斯加，经营员工是专心化关上好的啦吼。我想讲是专心化关上好的经经营的布里斯加吼。到处的这些长者，我想你可能是袂知影讲嘛吼。那很感谢我们健享，因为他们在去年办的时候就非常的多选手来参赛，那今年呢应该算是我们7年来真的将近现场大概有破1000人，那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围棋是一个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，那我们呢也期许未来呢有更多的不管是各公司行号或者是学校呢，都一起呢来推广这个围棋，让我们的围棋呢能够成为我们全民运动。那今天呢，除了感谢现场的来宾之外呢，我们也期许呢未来呢中部最大的围棋比赛会是在我们的彰化县。谢谢。今天是健享杯第2届的全国围棋锦标赛啊，在我们彰化南兴国小来举行啊，现场大概有超过700位的我们的小朋友来参加这次的比赛。围棋比赛对我们小朋友这个智力的发展会有很正面的影响。围棋比赛讲究的是要让小朋友能够纵观全局，非常的细心有耐心我们常讲下围棋必须要静心、定心、细心，然后宽心才能够把围棋下好。所以能够把围棋下好的小朋友都是一些非常理性，然后呢那小朋友能够非常耐心，很能够纵观全局处理各项事务的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所以围棋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。